夫妻相处之道，结婚没结婚的都看看，太精辟了。一、男人的三大核心需求：一、被崇拜；二、温柔；三、被支持、被认同、被理解。二、女人的三大需求：一、安全感；二、浪漫；三、被宠和被哄。三、夫妻之间离不开的三大问题：一、经济问题；二、性的问题；三、沟通的问题。四、夫妻之间的三多三少：一、多关心对方的变化；二、多发现对方的优点；三、多讲正面的话；四、少抱怨；五、少指责；六、少误会；五、夫妻四处：一、多想对方的好处；二、欣赏对方的长处；三、体谅对方的难处；四、包容对方的短处。六、夫妻相处的四句话：一、对不起，我错了；二、我相信你；三、我以你为荣为傲；四、我爱你。七、夫妻相处四个共同：一、共同的人生目标；二、共同的生活环境；三、共同的生活话题；四、共同的生活朋友。家事无对错，只有合不合。家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讲理的地方。家是有根和有魂的，根和魂是由女人掌控。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是爱，最强有力的武器是感动。夫妻之道是门高深的学问和艺术，主妇主男们慢慢的摸索吧。希望你能把这篇文章分享出来，来帮助更多的人。